给我一个稿子，我能挖出一个战壕；给我78名玩家，我能挖空一座小岛。这回玩吃鸡和不玩吃鸡的人都绷不住了。阿贝拉来了一大群水友后，就把新道具稿子派发到了大家的手里。随着绝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单枪匹马挖的。啊，有和阿贝一样与其他人抱团挖的，有突发恶疾一边狂奔一边挖的，本想雨露均沾，哪里都挖一点，结果哪里都没挖到。很快，我们挖出一条又一条的水流，然后再慢慢把它们打通。有的水友上手很快，然后他说他是土木工程的，还有水友说这比上班还累啊，跟我要加班费。更凶相的是裁判，当裁判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再看了看自己角色的黑皮肤，他沉思片刻，好像记得历史上有个什么海上贸易啊，然后也是跟黑皮肤有关的。思考片刻后，他似乎想明白了，开始了 cosplay。 认真挖坑。嗯，怎么还有监工啊？真假的？完了，还是个黑皮开枪监督。这集我看过，黑人去美洲买奴隶种菊花，也史称之为三角徭役。不知不觉，小岛也所剩无几了。最终在大共同努力下，这座小岛被我们78个人给挖空了。